司令，你们心理素质这么差吗？出来呀！藏猫猫都是人呢！哼！政治部啊，政治部，拉进攻，跟班长学学，那特种兵就是不一样啊！ 现在看不到他人，到处都是烟。你别慌，他会出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留点神。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
自己动脑子，拿枪的人又不是我。记住，在战场上，犹豫比退缩更可怕。明白。蓝军营，出来！我看不如这样吧，以后你们就并进坦克连，我们开坦克，你们跟在后头出主，好不好啊？你来打败我的方法吗？啊！一棒头成龟。哎，我们五个人说了三个，你呢？等于全部报销了。行啊，小子，偷袭我指挥部这招，谁教你的？孙子教的。兵者，诡道也嘛。12天。09个小时是这一次我和大家相处的时间，我很荣幸看到了你们95号新兵蛋子的个性甚至霸气啊！我承认你们确实是与众不同的，此处应该有掌声吧。行啊，不鼓掌也行，违心的掌声我也不惜的要。不过我要告诉大家，我来这儿的目的不是把你们训练成特种兵，而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离一个优秀合格的士兵到底距离有多远。什么是士兵？服从命令是士兵，严格训练是士兵，勇往直前是士兵，牢记使命是士兵，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处处的说闲话逞英雄，目空一切，质疑一切啊。说句心里话，我也是一个喜欢改变的人，我也想做一些和前人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我行，你们不可以，至少是现在不可以。提出质疑的前提是首先要你自己变得强大。同志们，这次特战的成绩好的我得恭喜你们，成绩差者我更得恭喜你们。不过马上我就要走了。一棒头是龟。报告。讲。杨连长，我们的成绩单呢？什么时候发？会发给你的。张德亮，到。我正式的通知你，这次特训的成绩，你垫底。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是，大家都有目共睹，你很多特训的科目完成的确实不错，甚至有几科超出了我的想象。可是最后一科，我是要决出5名优秀的士兵，而你带人偷袭了我的指挥部，还一把火把他给烧了，是不是你做的？是。好，有胆子承认就是好同志。张能亮，
其实我对你这种所谓的突发奇想无所谓，换了我没准也可以这么做，可是你不行，你是士兵，这里是部队，部队就要有部队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谁坏了规矩就要接受处罚。我通知大家，此次特训成绩没有成绩优秀者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